APS 的 module， 那什么是 APS？APS 的话就是所谓的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System。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在做所谓的先进规划排程系统，那就是去控制我们工厂里面的很多我们产品的加工的一些节奏，那要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生产线这样子。那我们把这个系统应用在一个叫 SMT 流水线生产的一个排程问题上。SMT 就是那个表面那个粘贴合的那个技术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系统厂商会有这种 SMT 线。那主讲人是今天是我是曾冠成，然后Bernard Chen 有帮我做一些 PPT 这样子。那今天的话大概会你们可以得到大概有三个东西啦，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开发 APS 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台湾现在目前需要这个东西这样。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有一些制造管理上的一些困难，那这个透过这个系统就可以去解决掉那些困难这样子，就大概让我们了解一下有哪些困难。然后再来是这个 APS 它的定位，那什么定位就是说它在这个企业的系统上它是属于哪一个 level 这样子。然后再来是这个 APS 会使用到的一些技术，我大概盘点一下一些核心的技术这样子。那没有盘点到的部分的话，就会比较偏向你们公司自己的一些 domain 的一些知识、一些功能上的开发这样子。好，那大概我们的 agenda 大概分三个部分了 ：background、还有 problem 的那个 model， 然后还有这个方法这样子。那 background 的话，我现在一个一个来解释好了。制造业的困境的话，很明显的就是从去年2020年开始。2020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啊，左边这个图是这个202010月到2022今年的这个1月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电子零件它的 lead time 的趋势图。那 lead tim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跟那个我的供应商叫料好了，我可能现在叫料，然后他比方说十个月后到，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lead time， 就是我从叫料开始到料到的这个前置时间，这叫 lead time。那我们从过去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趋势哦，从平均是十个礼拜，然后经过这几年之后变三十个礼拜，就变成说一年半之间上升了三倍，所以这是因为那个疫情啊，然后导致说这个需求量大增，然后塞港的问题变很严重，所以这会造成什么问题？这个宏基的这个董事长施正荣有说啊，lead time 拉长，我们会造成我们的这个预估量会不太很难去估得很准这样子，所以你供应链会去准备的太多或太少这样子，那这会导致说，我可能怎么样？预估量的话，就是你要去怎么样去备你的安全存货。比如说我们工厂的话，它通常会根据你的顾客的需求，它会有一个统计的一个几率分布，然后另外还有这个 lead time 的也会有一个统计几率分布，那这两个的变动会去影响到你今天要准备多少的库存去应付这个未来的需求的不确定性，才不会说造成说厂内你就说你有会有那个缺货成本的问题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就是要造成说这是其中一个困境，就我们的料况很难去预估，我们今天生产线很容易就随时就会因为一个料停摆了。因为我们的电子零件非常复杂，那我们只要任何一个我们所谓的 operation， 就是任何的工站，它只要缺一个料，那它这个工站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子，所以是造成我们制造业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再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少量多样的问题。那清大的副校长简真富，他有借这个博士他的一个愿景，就是说未来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弹性生产的这个生产模式下，即使批量为一，仍能获利。什么叫批量为一能获利？就是未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高客制化的一个那个，比如说以你的手机壳来讲的话，你现在很多人在买手机壳都可以去客制化自己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代表是批量为一，因为这是你完全自己只有你这个客户他设计，就是说这个产品他只制作一次，然后就是 for 你这个客户，那这就是批量为一这样子。那要在这种弹性生产的什么模式下仍然能获利，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因为它牵扯到的是我今天我不同的产品的话，我需要去进行所谓的换线的动作，我的料啊
要平我的料要切换，然后我的制程加工的这个模式也要切换，这样子，对，然后相关的料的这个仓储的成本也会提升，对，因为我的料非常复杂，那是不是我每一个料都要用不同的这个仓储去位置去储存？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的空间的利用率要去提升，然后另外的话取料的这个路径也要去做最佳化，然后还有换线成本也要去做最佳化，这样子。那在这两个困境下的话，就会诞生一个东西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哦，那就是所谓的 APS。那我们古代这个曹操说，所谓英雄啊，应该胸怀大志，富有良谋，上能洞察宇宙之妙，下能吞吐天地之机啊。那对于 APS 来讲，它其实就是在做所谓的这个planning 的部分，那就是所谓的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嘛。那上能洞察宇宙之妙是什么意思？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哦。APS 它是位于这个ERP， 我们最 top 那个叫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你可以去从最 bottom 的地方是 MES 是收集现场所有制造的一些资料，那个这个资料这是现场的部分，然后 ERP 的话是比较偏向所谓的客户那一端的，就是你的订单还有你的需求那一块的这样子，那 APS 刚好就介于这两个中间。它可以去针对 ERP 给的 input， 可以看到那个灰色的浅灰色的、哦、这个一的这个部分，它就是你工厂的一些订单或需求，你给 APS 之后，它就可以去排出一个排程，那它就可以 output 出一个生产排程的计划。那对于 MES 的话 ，MES 它可以去给这个 APS。我每一个小时它生产的一些进度，意思就是所谓的这个制造基础的资料，然后去不停的去更新这个 APS 上的这个结果，这样子，对，它的定位就是处于这两个系统之间，对。那我们今天举一个例子哦，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这个是这个左边的是我们要去派的任务，就是所谓的供单。这供单我们有 O1、O2、O3， 生产产品分别是 P1、P， 然后还有 P2 这样子。好，那还有它个别的加工时间。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任务去把它分配到这四个资源上。那这四个资源就是我们所谓的四条线。那我们的目标是的话是要去最优化这个最缩小。这个总完工时间就是所谓的我最后一张工单完成的，在整个排程里面最后工单完成的时间这样子。好，那我们尝试来去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去做编码。那这三张工单，然后我们先做编码，那就是我们在做排程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要决定。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工单顺序，我们作业顺序的编码。那 这三张工单我们透过作业顺序的编码的话，我就可以去决定它工单的重要性。我哪一张工单要先做，那他哪一张工单要先做决定之后，我们再去决定说，哎，这个工单要被分配到哪一个资源上，所以我们也有这两个编码的方式。好，那就是第一个作业顺序，我们如果说我们透过这个随机产生初始解的方式，我们产生了213的话，那代表就是我第二个工作优先。因为它被分配到一嘛，然后第一个工作第二，然后第三个工作第三，这样子。好，那下面就是我们资源指派嘛，那就是 O1 分配到线别一， O2 分配到线别一， O3 分配到线别三，这样子。那我们去进行所有的解码的动作的话，我们就会跑出右边的这个排程的这个结果。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好，那你做完解码之后，解码就是把你刚刚一个应该说一串数字一个。电脑才看得懂数字，把它还原成所谓的甘特图。那这甘特图，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这个计算适应值，就是我们目标式的一个步骤。然后我们就可以我们刚刚目标式是总完工时间最小化嘛。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个我们光用肉眼看就知道说，这个解呢，它不是最佳解，它是一个非常差的解。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持续的去寻找更好的解，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用这个影片来去呈现哦。这个这边，这是我稍微视觉化一下这个在我们排程在优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排程解的变化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我现在
紫色的这条，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紫色这条线，有中间有一条紫色的线，我是记录它的总完工时间。那在第一代的时候，它是大概是11分钟左右的地方这样。然后我现在要观察的就是说，随着这个世代数的增加，随着我的迭代，那我的这个 max span 就是我总完工时间会不会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然后导致说，应该说进一步造成这个所有的资源它的这个utilization 越来越平衡这样子吗？你可以这样想，它就是你不知道你有麦，你们有没有麦克风？我不知道那个 live 都会听不到，所以等一下可以帮我用麦克风。你再重温一次好了。对对。我想说，你可以说啊，刚刚的问题是说 SSO 是个那个经验算法是吗？刚有一个，刚有我们现场有朋友问说，SSO 是不是属于一种经验算法，类似属于一种经验算法？可以说是啦，因为基本上我等一下会讲说 SSO 它的这个缘由啦，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经验算法哈。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从问题本身的这个迭代的过程中，我们去看它优化的结果，这样子。好，可以看到随着代数的，你看到、我的紫色就是后来的那个比较靠里面的那个，就是后来的这个优化结果这样子。那右上角可以看到它节省的这个秒数的 percentage 这样子。对，所以可以看到说它到最后它的这个资源分布越来越平均。为什么这样？我是。我刚刚又点了，所以它是，有了有了，所以我刚刚都是 ，OK， 可能右边那一条和左边那一条，它持续在优化中这样子，有没有看到？finish， 左边的，是对，你说上面那条紫色的嘛，对不对？对，上面有两条，是左边是现在的，对对对。那这个，然后越靠近左边越好，这样子。对对对，好。然后看到它的那个 finish 已经几乎不变的 ，max span 也是几乎不变的，所以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说收敛，或者说卡在它又优化了一点这样子。OK。那个工单有可能被切割吗？我就说，譬如说你刚才那张工单说，P1 这个 product 需要120个单位，那我可以把它切割成60/60啊？不行。可以。要看问题的情况。你可以切割，那切割有的是在生产排程前切割，然后有一些是在加工到一半的时候切割，因为实际上会因为可能物料它来的数量不够你那张工单，所以生管会去进行切割的动作，然后剩下的部分的话，它会等剩下的料到的时候才把它会把那张剩下的那个数量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工单，然后去做加工这样子，对。这是实际的问题，很关键的。你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很好，然后，好，那刚刚那个步骤，我刚刚那个步骤啊，我重复做好几次。那我们说 SSO 去进行优化嘛，然后反复的去进行优化，最后输出。那我们每一个演算法都做一次，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在解排程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工厂里面的很多不同的制程吨，它的排程问题的特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开发一个 module，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演算法，不管说未来我们用什么演算法，我们都可以加入到这个 framework 里面，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资料整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好意思，得到像我们用 Tableau 去呈现。那这是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去帮我们做的、那左边的话是这个左边的话是各个演算法的这个 finish 的这个收敛的这个结果这样子。那右边的话是我们各目标值的一些表现，它个别的表现这样子。那左下角还有一个这个box plot， 那它就可以去看说它每一个演算法它的稳定性到底有多好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工程师去。进一步了解说，我们每一段的排程到底适合用哪一个演算法，或者说我们的演算法还可以去学习哪一些演算法去 improve 它自己的本身的效能这样子。
好，那这边他会提一下这个 SSO 这个演算法。SSO 这个演算法是清大的一个叶维章教授他在2009年提出的。那这个他当初提出的背景是为了去改善这个 PSO 他在离散型问题的不足，对，所以他提出了这个他一开始的话他是叫 Discret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但是后来因为怕容易跟人家搞混，所以他后来又把它改成 Simplified Swarm Optimization 这样子。那这演算法的特色的话，它是它不仅有这群体智慧的演算，它这个更新的这个应该说 intelligence， 另外还有这个进化式的这种机制在里面，它有一个 mutation 的一个机制。那右边稍微解释一下说什么叫做群体智慧了。那假设说我们今天是要去比说，我们哪一个家族他活得最久好了。比如说我们有分成曾家、李家、黄家这三个家族，然后他们在第一代的时候分别是他活到70岁、73岁、85岁。好，那这个时候的话，曾家活得最好的人就是第一代他自己，就是70岁那个；李家活得最好的人就是73岁那个，就是那他的 P best 就是自己这样。P best 就是 personal best， 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他家族目前最好的那一个叫所谓的 P best， 然后他还要去决定一个东西叫 global best， global best 就是全局最好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模式不只是，我要跟我自己的祖宗学习，我还要跟我全世界最好的人去学习这样子。好，那现在的话就是这三个，我们所谓的 particle 这三个例子，或者说这三代家族，他就要去反复的去学习，然后我们最后看哪一个家族他学习的最好这样子。好，然后到第二代的时候，第二代的时候曾家活了72岁，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是第二代的这个曾家，他已经是他曾家历史以来最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 P best 的更新，所以那 P best 现在改变过来了。所以未来我们曾家他在做学习的时候，他的 P best 就会以这个第二代的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编码，或者说你说染色体来做他这个学习的这个目标这样子。因为他爸爸就活得比他爷爷还久，那他当然就是学他爸爸，他可能就不喝酒之类的，对，就是那种概念。那李家的话不动，那黄家也不动这样子，然后 global based 一直都是停留在黄家的第一代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时候曾家他没有比较好，所以 PBS 不变，但是李家呢他变成88岁，所以 PBS 改变了。那 PBS 改变之后，他会去 check 一个东西，就是 global based 没有同时改变，如果有的话，他要立即更新过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演算法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尽量是让 global 越早更新越好，因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个 particle 都可以根据新的 global 去做这个优化这样子。好，那这就是大概讲述了一下这个群体智慧的这个更新机制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跟那个 PSO 的这个智慧是一样的。那我们Julia 里面有一个 PSO 的这个 module， 然后这是我们 Julia 台湾的这个杜月华他撰写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这个投影片。那这投影片之后会上传到 Julia 台湾这样子，那有兴趣可以去看。然后下面那个文献的话是叶老师的这个原本最原始的这个 SSO 的出处这样子。好，那这边。这个是SSO 的，我点一下，然后跳出来。SSO 的更新机制的视觉化，我就是被卡住了。你看到，左边是初始解 ，X 是初始解，然后，我还有多少时间？好，然后，最初始解，然后 P best， 然后 global best， 然后可以看到它就是反复的去做优化这样子，然后只要说 X 它是比 PBase 还好的话 ，PBase 就会更新。那 PBase 如果说比 Global Base 还好的话 ，Global Base 就会更新。所以那个 Global Base 的会一直是看哪一个 PBase 最好，然后去反复去更新这样子。然后颜色的部分的话，就是它那个维度的解，它是透过 Global Base 来，或是 PBase 来，或是说它是随机产生的，或是说它是保留原始的解的。我们这个 SSO 它不是向量式更新 ，PSO 它是向量式更新。然后GA 的话它是 crossover 嘛，那我们 SSO 它是每一个维度它都会产生一个随机乱数，然后看那个随机乱数它是落在它会有一个区间，看它是 global
global based G based 的区间，或者说 P based 的区间，或者说它是 mutation 的区间，或者说它是不变的区间。那看它是哪一个区间，然后它就会去把它的解更新到哪一个地方去，这样子。对，嗯。对，最后我们就会输出 global based 这样子。对，对，它可以看到它现在global based 它已经是350了，这样子。嗯，好，那再来。好，大概讲完了 SSO。好，然后我们有一个GitHub 上面我有放了 SSO， 但是这个是用 Python 写的，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然后大概现在稍微讲解一下这个APS 整个的运作流程啊。那一开始我们会分成几个步骤，一开始我们先读取资料嘛，包含了这个机台资料、工单资料，或者说现场的一些WIP 的资料就是还有多少 WIP 还没做，就是 working process。然后还有这些我们所谓的副资源的限制，比如说钢板啊，或者说印刷字据啊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些时间的一些限制等等。那反正这些资料读取完之后，我们会丢入到这个 APS 的 engine， 然后去跑左边，像我们左边刚刚那个流程这样子嘛。那我们跑完这个我们最佳的这个排程之后，我们会去考虑一些物料的限制，然后再根据这个物料限制，我们再展开做我们的这个排程结果。那排程结果主要有右边这两个形式，有可能是甘特图的形式啊，然后这个甘特图的形式通常是给工程师去看的啦。那右下角的那个排程报表，那个是给现场人员，他可以根据每一张工单去看这样子。对，那我们有这个排程结果之后，我们就会 release 给产线使用。那我们今天当发生过任何突发性事件的时候，我们会透过所谓的动态排程的这个更新。那动态排程的这个更新，它可大可小，它可以根据你现在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去触发不同的动态排程程式，然后去更新你的这个排程结果这样子。对，好。那大概它的目的的话，就是有分成四个。第一个就是提升这个生产效率。那为什么它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就是因为我们是用Julia， 它可应该说我们是用程式啦，那它可以进行大量的模拟、大量的优化，所以这个是人他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人如果要做到的话，他如果说要去模拟10000次的话，可能会需要200多天，所以这个是不切实际的。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期料规划，期料规划就是我们，因为他人如果要说要去做这个期料规划的话，他必须要每一张工单都去 check 说他这个物料到底什么时候到，那这是一件非常琐碎的一件事情这样子。那我们透过我们系统，我们就可以去 output 出一个 action list， 然后他就可以根据这个 action list 去做不同的一些我们就有点像做到这个决策辅助的一个系统这样子。那左下角的话，我们还有可以提升这个反应速度。那不仅是我们在做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排程优化，另外的话，我们在对于一些突发性事件的话，我们反应也会比人快上不少这样子。那第四点的话，就是保留一些资深员工的经验。那右边的话，就是传统的话，就是我们任何的突发性事件，或者说任何的排程的一些资讯更动的话，都是透过人之间用 mail 去传递。那未来系统化之后，都是透过 APS 去统合这样子。好，那这个也是我们有开发的一些验证工具啦。那可能分成就是一般的这种模式的甘特图，那去查看工单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延迟模式的甘特图，就去看说，我们的这个工单从哪里开始延迟，那我们就可以用设计一些 local 社区的方法去针对那些延迟的部分去做这个优化这样子。那左边的话，就是我们有做过一个这个排程延迟分析的报表，我们去可以看说，我们这个各个工单它为什么会延迟，那可以去做一个初步的分析。那这个也是可以给使用者那边看的。那另外也有一个叫 GAN Slider 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有一个动画。这 GAN Slider 的话就是我它卡住了，不能动。反正那个东西就是它有一个拖，它有一个拉把。那个工程师他可以直接去拉那个时间，然后就可以看出他那个工单是怎么排的这样子。那这个是给工程师他们去 debug 用的。好，那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我们在整个流程上我们使用到的一些 Julia 的套件这样子。那这边可以供大家参考。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了。那另外的话就是Julia 为什么使用 Julia？ 这个问题。可以很简单的回答，就用几句话回答，就是很快，然后很好读，
这样子，然后它也是 data science 的 future， 所以未来的很多应用都可以在这个程式语言的基础下去扩展。对，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回答的说法。另外有一小时的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 link 是在这个，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去那个之前在 Julia 台湾分享的这样子。好，那最后一页的话，就是要去。我要去贯彻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之前那个简政府教授，他有出今年有出一本书叫《蓝湖策略》，大家可能都听过蓝海策略，但是没有听过蓝湖策略。蓝海策略就是找到一块够大规模的这个处女地，然后大家去竞争，然后杀最后很快就变成一个红海嘛。对，那台湾的话有办法去跟这种国外的大公司竞争吗？很难，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或隐形冠军，那种通常都是那种传产。那很难去跟那种大公司、大资源去竞争，所以他有提出几个九字真言啊，这个是这个明朝这个一个学士朱升，他跟那个朱元璋去这个讲的一个九字方针，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什么意思？不，李善长是那个，李善长是你们看那一出剧，他李善长他引荐。哇，你们很熟，因为他引申那个朱生讲的，对，实际上是朱生讲的，他只是把它偷过来用这样子。好，那高筑墙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去找一块这个那么大的，你可以找一个蓝湖，然后去把你的这个竞争优势，你可以透过这个智慧制造还有自我研发的一些能力，然后去把你的这墙把它筑高，然后累积很多这种技术，然后慢慢的去缓称王这样子。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我那时候去把这本书拿去给他签的时候，他在书上写了这几个字：“护圈保益”。那我现在就是来观测这件事，因为这个影片发出去之后，未来看到这个影片的人，如果说你身处在制造业，然后你发现公司没有排程系统，而且你对生产排程有兴趣，那想要与我们交流的话，欢迎。为什么会做这个呼吁？就是因为APS 它不是一个非常，它不是一个单点式的系统，它牵扯到工厂的流程非常多，它牵扯到仓储单位、生产管理单位、制造单位、IT 单位、物流单位，所以它牵扯到流程非常复杂，所以不是一个人他可以孤军奋战去解决的。那现在台湾的话，几乎没有，我在之前有搜寻过 FB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那种群组，根本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所以现在才跳出来说，我要来这个实践这一句话，呼群保益啊，那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 FB 搜寻我的名字曾冠成，或者说寄信到我这个 ID 很奇怪的这个信箱，这个信箱是之前雅虎推荐给我的，所以我就一直沿用到现在了。好，我记得住啊 ，SDU1125620，对，2002年。2002年的这样子，对，很刚好，那时间内嘛，对，好，那谢谢大家，好，那我还有其他问题吗？不太确定有没有听错，但刚才说 ERP 那边就是，你应该可以获得预估量嘛？对，那预估量刚才是说是那个几率分布，是不是？你是说工单的，你说需求的预测吗？应该是进货量的预测。这里。哦，对，预估。这里吗？是是。对，差不多。是。对，就是那个预估量这边。对。然后刚才好像说是预估量的话，工厂是有个预估量的几率分布，就是你，大概有几率进多少的量，是这样吗？需求多少量？需求还有 lead time 的预估这样子。对，那他根据这个去准备相对应的安全库存。对，那有办法就是，我也不太确定我到底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但就是 APS 是有办法去有几率这个概念的吗？可以啊，你知道。应该说这一块是做在那个APS， 它是针对现场排程去做优化。那你讲的这一块，它是在生产管理单位它的 output， 然后给 APS 这边使用的，所以你可以把那一块做在我们所谓的 planner 那一段，
了解。对对对对。所以 APS 本身吃的就不是几率的东西，但是它前面它资料来源对有几率的概念。对对对对。哦，了解。不过 APS 它也是可以做成有几率的一种排程，对，我们做所谓的 stochastic scheduling， 它是可以把一些我们会做成一个叫 robust scheduling。我们不见得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一个 constant， 我们可以去做不同的随机的一个模拟，然后去取得一个最 robust 的排程结果，然后让产线上使用这样子。了解，谢谢。好，好，现场还有人有问题吗？没有 APS 是什么？对，其实，怎么讲？大公司有，像我知道台积电它是有的，它是有一个生产，应该说它是 CIM 的这个生产排程的一个部门。那这个相对的，它的这个制程也不会，应该说它相关的人才比较齐备啦，在走的比较前面这样子。那其他中小企业它很没有办法去养一批人去帮他生产，去搞这个生产排程啊。然后另外就是生产排程它牵扯到domain非常多，所以在很多那种以前在做应该说现在在做 APS 的大部分都是以前在做那个电脑系统的 ERP 系统，就是顶新电脑啊，或者说什么西数科技啊，这种啊你说他们的供给量，他们能提供这个 APS 的供给量有多大？很难，因为你要了解，你要那个每个都要客制化很久的。对，所以这个市场其实非常大，它有台湾有200多万间中小企业，对啊，每个都是面临数位转型啊，所以就是台湾现在很缺这一块。现在有查到这个，像104或者 LinkedIn 上面有很多那种排程的职缺，他们要找人都找很久，对对。那就是像你刚刚说，就是 APS 这个可能会需要根据每个公司的条件去客制化，那会有办法就是发展一个类似比较 general 的，就是 module， 然后是可以就是应用在各个公司的嘛？这样是会就会简单很多。这也是我过去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保证这一块。因为那现在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使用这个我觉得最好最容易开发的语言，就比如说 Julia， 就应该也不是说最容易开发，它的易读性高，然后速度又快，所以这两点的话代表什么？就是未来工程师在开发的话比较简单，然后这个速度快的话，我们可以解决任何很多那种潜在的这种问题啦，就是如果说它工单规模提升太多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用同一套 module 去解决这样子。对，那如果说有，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在一个产业上成功之后，我复制到我慢慢的让我可以新增一点变异出来，我可能不要说一下子都跨到一个180度不同的产业上，我可以说慢慢的有一点类似的产业，然后慢慢扩这样子去累积很多的经验进来。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啊，对啊，目前是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 APS 的话，就是看到你感觉是用启发式演算法比较多，那像这种用可能就是像 Cplex 或 Groovy 这种，是不是会比较没那么具优势吗？对，因为毕竟你也知道，这种我们工单的规模都是我这边没有秀出来啦。以前接过那种可能600-700上千张工单的，对啊，啊那个是真的解不动。有时候你生产排程，你30分钟就要取得你130那个排程结果的、啊，对啊。那目前我是看到那种数学模型求解的都没有到那么快的，对，而且很容易求不到最佳解，很容易求不到解啊，对啊。那对于我觉得那不够 robust， 对于现在来讲的话不够 robust， 对。我刚刚有人有丢给我一个问题，我帮忙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在你们的演算法里头，然后刚刚我们在讨论说它比较像是平行版的 GA， 平行版的
平行版的 GA， 就是你有全体智慧，是所以有一点平行的意味在里头。哦，懂。那所以在里头，如果是 GA 的话，它应该会有对应的 mutation 的 function。嗯，所以你们 mutation 的 function 是怎么去处理的？哦，我们 mutation 的话，应该说我们最原始的 SSO， 我们 mutation 的话非常简单，它就是。我们每一个维度的解，它都有一定的几率去做 mutation， 对，嗯，这非常简单，然后它就是在它的值域上去做随机的跳动，这样子，它的变形没有像，以我目前用到的，没有像 GA 那个可能会有一些什么 mask 还是什么的嘛，对不对？那些 mutation 的，哦，对啊，对，不过那个、okay. 因为SSO 它其实它的变化也很多，它可以是那种。它可以结合很多不同的演算法，在它的演算法里面，这个要所谓的这个胎儿母这个母亲跟胎儿的关系，它可以去包 PSO， 它可以包那个 ACO， GA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里面。这个在过去叶老师的论文里面有提到，那还蛮不错的，蛮有弹性的一个演算法这样。好，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这个 session 就到这边为止。好，谢谢大家。谢谢。OK， 谢谢讲者。